今天我们将学习上三部，接上一式，有息。上三部，双手向右下方捋余，继续向后走，左腿提起，然后左脚向左前方45度开步。开步的同时，右掌向前劈着，再移重心至左腿，右手变顺缠，上起，左掌下压，抬右脚，右脚向右前方45度开步，合掌居中。然后右手逆弹向下捋余，重心移至右腿，左手顺弹，起左脚，左前方开步。好，这一式叫上三步。上三步的要求呢是上下相随。所谓横于己岸须认真，上下相随人难亲，任他巨力来打我，牵动刺人不前进。好，我再做一下不同的方向。双手下捋余，起左腿，左脚向左前方45度上步，左掌前推，也是个劈掌的动作，移重心至左腿，右手上起，起右腿，右脚上步，右掌前推，然后左手变顺缠，右手变逆缠，左手上，右手下，移重心至右腿，左脚向前上步。好，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。